Hello，大家好，今晚来了 Bubble Pro 散步一下。现在好安静哦。其实今晚是我第一次晚上在 Bubble Park，但是我在上面要住了一辈子哦。哇，晚上真的好漂亮哦！我真的没想到我会怎么爱来这里哦。没有疫情之前，我差不多1年都来没有一次。但是现在呢，常常来哦，因为别的地方去不了哎。啊，很讨厌戴口罩，我不要戴口罩。在这里有一个小时，散步了一个小时。我要去健身房，但是全部都关掉了。好了好了，现在去哪里？但是我不要回家，太早了。我也都不知道 Bubble Pro 晚上会怎么光，我以为是黑黑的。那晚上在这里没问题哦。好了好了，要坐一下休息哦，走了一个小时有多，真的好累哦。那这里附近没有人，所以不用戴口罩，但是有时候要注意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人来我这边哦，不用。没有的话不用戴口罩哦。我现在看书，我下礼拜买一本书很有意思，我差不多看完哦，是说北韩的，差不多每天都来 Bubble Park。现在都是9点哦，好光哦。下次疫情没有之后要再来哦，要来拍照，不要戴口罩拍照，正常的生活。唉，什么时候？
其实我真的很担心我将来会在哪里。我将来的梦想，我现在都不知道它有没有可能。但是不要想太多呢。有回来这里哦，啊对，这是我的安全帽，从今天开始我会一直戴着，为了安全。我真的不懂耶，戴口罩好辛苦吗？我每次在外面哦，起码见到有十个人有多不戴口罩，所以在美国疫情好严重哦，所以我觉得在美国要控制疫情真的好难哦。那明天应该做什么？我不要躲在家里哦，因为明天夜会好热耶。应该去哪里哦？哇 ，SDSU， 好久不见！哇，有五个月了，很想回去学校上课哎，但是下学期没有可能，太糟糕。今天来 SDSU 走一走，有点奇怪，因为这学校常常有好多人，但是，哇，好安静哦。但是起码我们可以进来哦。我好希望我们可以快点回到学校上课，不要在网上，网上真好麻烦哦。想见你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，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，你人海里相遇。哦，我忘记怎么唱了。